所以部长，你知不知道 N700S 日本的 N700S 里面有多少个轮椅型？这个我不晓得。部长好，委员好。今天是我第一次咨询部长，刚上任哈。那部长，我其实时间没有很多哈，我直接想跟你询问的，我想请问部长，部长你知道我们现在搭高铁它其实这个700T 哈，那一列车其实有989个位置哦，你知不知道有几个电动轮椅型？轮椅席，我不电晓动得，轮椅型，你知不知道我不晓得，989个位置里面有多少个电动轮椅型？四个对吗？不对，几个？请比你想象的来得少哈，目前只有两个电动轮椅型啊，那当然首推折叠的不算了哈。那这个两个电动轮椅型，其实算起来的话，这个比率只有0.2%，部长觉得够不够？应该是不够。不然你知道，我们其实现在在台湾的障碍者，目前其实已经超过120万人。那如果以我们现在高龄化的状况，看起来这个数字的比率只会越未来来是越会增加，高哈。所以，不然我想跟你分享哦，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台湾，我们120万人如果来算的话，当然我们不是说120万人全部都是需要轮椅啦哈。可是看起来这个比率是远远高过于刚才说0.2%的这个数字。是。不然我想要分享哦，现在其实科技越来越发达，那障碍者其实使用的辅具哦，那他们为了要来增加他们这个自立生活或包括自我行动的能力，其实很多的障碍者其实他们目前都会选择电动轮椅哦。那也包括其实很多障碍者，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团体旅游好是，的没需错。求，包括出差的需求。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今天有一群障碍者的团体，他们要团体旅游的时候，好，我们要一起坐高铁。结果高铁，对不起，只有两个轮椅席，所以他可能这个团体里面，假如有10个、15个这个障碍者，那他们要分几班坐？是，要分很他多到班。同一个地方，他要分几班坐？是，恐怕非常多，对。这造成他们非常非常多的不便。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从2018年，我们很多障碍者的团体就不断地找高铁、找交通部在讨论说，是不是可以来增加高铁里面的这个电动轮椅席，但当时高铁当然都回答说，如果你要我们拆这个相关的座位哦，可能会有结构上面的安全。当时高铁的回答一直是这样哈，当时高铁一直是给这样回答。好，那现在时间来了，这个障碍者现在他的停需车，求，当然当时一直停是车被场，这样回应。那我们现在要买新车了嘛？是没错，我们现在买新车了嘛？是。所以部长，你知不知道？其实这个，我们其实现在高铁其实也发了新闻稿哦，说我们接下来很可能会跟日本东京签约，这个采购的金额高达1200亿日币哈。那每个编组目前大概是23.4亿台币。那这个新车呢，会以这个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 N700S 为参考的系统，2026年交车，2027年希望可以投入营运。所以部长，你知不知道 N700S 日本的 N700S 里面有多少个轮椅型？这个我不晓得，但是应该要比现在要更多才对。他们有六个轮椅型，是，有六个轮椅型。是。所以我们办公室之前其实就一直在跟高铁讨论，如果我们既然都要买这个日本的 N700S，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比照 N700S 目前在日本运行的？它有六个轮椅型，我们是不是就我也不要求多？我们并没有要求超过这个数字，就至少就比照现在日本的这个东海道新干线的这个同样的车型，就这么多的就好。可是说实话，我一直得不到高铁一个明确的回复。我们办公室跟高铁讨论好几次，但一直得不到回复。所以今天我也想趁着今天，当然是第一次报陈告部委员，长到委员会，是，你说。应该是因为您的关心，现在新的车厢是用六个轮椅席，这是新的讯息哦，因为之前我们跟高铁公司是，询问的那我时相信候，就是因为一您直的没有关给我心，们，一直没有给我们正式的回复。所以对，我们其实要的很简单，是希望能够比照这六个轮椅席，完全比照，因为我们就是要买这个型号嘛。是，所没以错，如果今天部长愿意在这边承诺的就是话，回来不要再改了啦，
你不改就是六个嘛。没有，这个事情是我们要要求日本的厂商要做，要按照这个要求的标准做六个轮椅席。那之前我们希望高铁这样做，可是我们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报告员，因为您的关心，所以高铁现在也对日本的原厂有做这样子的要求。那如果今天陈部长在这边也做了这个承诺，我觉得这是最好。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很多障碍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因为这是他们从2018到现在的诉求，好不容易等到现在要买新车了，那当然有机会来实现他们这个愿望。坦白说，六个我自己觉得也没有到很多啦，但至少大家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希望能够顺应这个要求。所以我自己是希望说，如果今天部长跟总经理都在这个地方的话，那当然有这个承诺，那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接下来我们可能这相关的采购要求日本的厂商相关的规划的报告，可能在一个月内，如果现在已经开始规划的，一个月内可以提给我们。你们现在高铁在做这个采购的规划的报告，应该没有问题吧？好，这个部分好。因为跟委员报告，现在因为都在这个细部设计的规是之中，我们已经把这个要求呢跟对方要求了，是。但是呢，对这外面我们现在都还不太方便去 announce 我们整个规格，包括我们的轮椅这边有多少这个有多少个量，这个请这个委员了解。但是就总经理跟部长都很清楚，我们反正我们现在就一定会有六个，这是我们已经明确提出要求了嘛，对不对？好，这边先谢谢部长，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先听到一个对于我们交通部对于障碍者朋友一个很大的福音，也是让大家长久以来的愿望至少能够得以实现。我们希望这个新车能够越快上路越好，谢谢部长，谢谢。好。